是你的呀，这不是姑姑的号，可以了，走吧。走啊，可以了的。你这摔跤了？没有，都被刮了，被我同学刮了。那你同学刮了？走吧。哎呀，这几天晒得好黑呀，天天倒西瓜，第一期捡那个西瓜汁。现在没什么胃口啊，这几天然后去挖点折耳根拿回家凉拌吃。我只是服了你了，把那个哥哥的单车拖到这里来，看这条这个路是比较陡的，他结果他自己拖到那里去。这个颜色折耳根够吃一餐了，不挖了，去把猪喂了，赶紧弄饭吃。这个折耳根可香，但是有些人闻不得这个味道哈，感觉它是臭臭的。在我们贵州，这个可是很受欢迎的。回家，先把这个配菜切一下，折耳根，然后这个革命菜，辣椒，辣椒炒腊肉，这个辣椒。看一下，都开始红了，紫红了两个，把这个红的拿来炒吃了，给我炒点。朋友们都说我炒菜哈、啊，每一个都放辣椒，小孩怎么吃？其实我们家小孩的话，他吃的辣椒的，因为是我们每餐都炒放辣椒嘛，都吃习惯了，所以他不怕辣。咬出来，先把那个辣椒炒，不然的话，这么几块肥肉又被融成油渣去。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吃肥肉的，不融了，过水之后，放油把辣椒炒了，再放这个腊肉。因为没有油了，要去拿猪油。放盐巴，还有鸡精，再让这个开水烫一下，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用开水烫一下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，都流口水去了。你的筷子吃饭了，别别啊！那你宝宝嘞？哎呀！
对。少一点嘛，那个太多了，这个行不行？轻点，行不行？你妈这个折耳根太老了。现在折耳根都老。也有嫩的嘛，应该。都剪那些白的嘞。剪一下。蛋蛋拿回来。嗯。蛋蛋拿回来了没？哎，你什么？蛋蛋拿回来了没？拿回来了。拿什么？单车。啊。快点，我掉筷子啊！我掉下去了，把你当猫。